I never fit in. I get lost in the crowd. I wanna be cool, but I can't quite figure it out. 太贼了。I like to tell jokes that no one understands. I'm the best damn clarinet player in my high school band. 你厉害，高冷呐你。还让我有点小心动作了吗？啊！没有脸了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刚刚我点外卖，然后外卖员到楼下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噻，可能是那个门禁卡进不来。后来他自己上来了，我开门了，他用那种男朋友的责怪我的语气，很生气，一开门，我给你打两个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可能是单身久了哈，就是因为那种责怪。还让我有点小心动了，老公。懂为什么没接呢？就是因为我在化妆。一会儿呢，我要和我大学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去周末旅行啊，可太开心了。虽然我分别有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好几个就是没有重新聚在一起了，所以就这次大家利用一个周末重新聚一聚，真的很开心。一会儿见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咖啡店，因为腾讯的这个天吧太贼了，大家看我满头大汗。 Thank you。 点了一点这种下午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大，你不要往前来，你往后头，这就是我大学最好的姐妹，这是我的室友，大家已经很熟悉的，这是我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她的名字叫做诗嫂。啊！我没有脸了，刷的都是封面。还是你别了，你别不同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都不让两个朋友？你是要来下午茶，还是有趣的时候？下午茶的精致，然后再看我的耳饰。我还要走走，要配合统一游。优雅美女吃东西很羞涩，卡，优雅，为啥不笑？太快了，老公，你想他的老婆了吗？优雅，我是李云，妻子这块我是拿来试试，这打滚是没用，麦克，今天和我有一个小什么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竟然有个这种小包包，这个小包包它能装个什么呀？装一个小钥匙吗？真的是搞不懂。说一下哈，介绍一下我们重庆的这些人啊，这里呢白天呢都会有很多的那种马甲席，在这里街拍那种漂亮的小姐姐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只有那么一个了，但是白天有很多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庆的三层棒棒军，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啊？就是我们重庆特有的三层棒棒军。我们现在来吃这个包饭，糖上米哒，好。谁？子啊，快来抱一个，你们都走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喽。Thank you.
안녕